就说没有人因为核爆死掉，就没有人，我们电厂目前都没爆嘛，所以没人死。可是目前我们火力发电厂大概就是说，因为火力发电厂会产生很多空气污染嘛，所以如果增加肺腺癌，现在目前肺腺癌可能已经是这个癌症十大死因里面可能是排名前三名或是第一名。那也就是说，在现在的火力发电这个结构下面已经这么就是这么严重，我相信就是说，我相信你们应该关注的不只是，或是我们不应该关注是只有核不核能的问题。那我相信，如果我们一讨论核能，就要讨论能源结构问题。那一讨论能源结构，火力发电厂一定会拿进来讨论，就到底要不要把燃煤的换成天然气的。然后，可是遇到天然气又有问题，就是到底天然气只能储存七天，我到底要怎么应对这样的问题？可是看起来，这就是说，或是你自己怎么看？就是说，现在火力发电厂已经在伤害我们了。那我们只是住在台北比较好一点，对吧？因为台中以南的很惨嘛，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就像你说的，资讯政府不会告诉我们的。那台北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台中的电，所以我们很开心。但台中人很惨，但是我的意思说，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很同意啊，其实火力发电跟燃煤都是高度的污染的一个发电的方式，所以未来呢，应该真的是100%的再生能源。可是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没有办法马上的去达成，但是总是要有开端吧，而且总是要有个政策吧。那如果现在我们口说都是非核家园，这已经是变成环境保护法、组织法里头，我们非要减核，然后到非核家园，这是有人的法律的时候，我现在为什么？2025年嘛，应该想到非核家园，或者2050年，我们现在叫做没有政策，我们一直问政府，我们的政策在哪？我们实施时程表在哪？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我觉得我们给老百姓、给政府这么多税收哦，因为常常有人会问吧，有人说，哎，你们提出替代方案呢？然后或者是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不能够让我们没有核电没有用啊！这我们花那么多钱，有公务有。给政府养了这么多的学者专家，我们应该逼迫他们啊，给我们一个替代方案啊，你们就是要给我们想啊，我们 ABC 然后我们再来选啊，而不是叫就说这不行，那你们自己去想好，这是不合理嘛。那我们觉得真的火力跟燃煤都是非常非常危害我们的地球的，所以也是应该要逐渐的减量的。那现在其实科技慢慢进步，天然气确实是可以安全又干净的，尤其有很多的碳排放的捕捉技术。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没有政策，这些都空口，你没有政策去辅导，没有政策去往这条路发展，就像德国一样，我觉得德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有民意，足够的民意可以压迫你的政府官员。那梅克尔本来是永和的，他可以一气之间看到那个反核的人或反核的政党的代表有一下之间拥有这么多民意的支持，他一气之间转他也变得反核。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就是让我们的民众有更多的觉知跟主动。我们其实台湾人真的太善良，非常非常的就像我了，不是善良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选择性的去接受，选择性的去关起来，去我们相信我们的政府。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意见不同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意见不同，然后同样的在理性的情况之下讨论，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进步的社会。如果我们大家都相信都接受的话，其实就不会进步了。谢谢。我还有一个建议跟一个广告，就是说我们建议是，如果下次做这个，这样假设如果这个话就做半张，你就会环保一点，你就会对更或是印黑白就更好，或是你想，如果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把这首歌的歌词放上去，他把纸拿起来抄，你就让大家抄十分钟。我跟你说，他去做的就会刺激他的想象，他就不会是一个你印给他的东西。那你可以直接，你可以刺激他，留给更多空间给他，这是一个建议。谢谢谢谢，我们会。还有一个广告可以让我做一下吗？然后我老师在后面那个有胡子的那个哈，那是我老师，他在社大开课也开很久。那我觉得现在是反核、永核或是能源的问题，还有要思考一个就是生活形态的问题。那老师他提供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刺激，这个刺激是说，在这个高度都市化的这个趋势之下，我不得不被家乐福的定价牵连嘛，他定46块，我就要决定要买或是不要买。可是如果我会做面包呢？如果我会做面包呢？如果我不要被高度都市化这个形式限制住，庶民经济也是我们创造的嘛，所以我们的选择就会决定接下来这个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也想
一点点回应，就是说，他怎么计算40%的？他告诉我们，成长需要45%，他需要这么多的电。可是我们如果看今年，他如果 GDP 3已经做不到，是不是电就会少一点？如果用他的逻辑去想，他电应该要少一点，他应该要减，他应该要少一点电，火力发电厂关几家，然后或者是那个，如果你用这样的想法就去想说，好，我全部的电都给你用完，你可以帮我涨到 GDP 你要的吗？他现在就是做不到，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不能被他的电价绑架，真的是要看他多一点效率，他到底行不行啊？硬起来有没有用啊？你一直都只能判七年，还有有什么屁用？谢谢谢谢。很棒的广告，也很棒的见解哦，我不会。啊，对，我忘记我是蒲门永续生活，我忘记。对。在录影，但这是他在 Table 公民新闻上面的网页，他刚刚也说他很关心台电的这个问题，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报道，一系列报道，欢迎大家上网去看。既然这位做广告，我也可以做一下啊，我自己的广告嘛，谁帮我拿一下？你可以帮我照一下吗？呀、yeah. ，这个是。